有神愈来愈无义，啊，就会落落去。再来，于是无闻凡夫临以利刀呢，断绝其舌，不以舌是取于胃下，啊，取髓胃好，为什么？因为以取胃下，取髓好故，身坏命中的堕恶趣，如成铁丸。啊，这是心的作用哦，堆垒嘛是心的堆垒哈。我来写两两个。哇，关云长吼，哎，过五关斩六将，哇，太遐济人是不是伊会堆落？结果伊有堆落无？结果伊有堆落？无。啊，所以唔是讲吼，伊做这代志落了吼，伊就是会堆落，唔是一定安尼就堆落吼。因为迄是心的作用，吼，哦，心的作用吼，你毋知伊不杀无辜。啊，个伊忠义吼，啊，而且咧不贪女色吼，这几项吼，拢会当知影讲吼，伊毋是讲足执着的人，啊，毋是足无理的人，啊，嘛毋是足无情的人，所以伊会放过曹操嘛，是这个原因。啊，原则是安那，原则是对方无理，啊，所以了解这心的作用厉害。哦，对，爱注意哈，爱注意哈，爱注意心的作用。再来，我们看下一段哦。于是无闻凡夫临以钢铁利枪以刺其身，不以身势呢取于处相，即随处好，所以者何一？以取处相即取随处好，故呢身坏命中的堕恶趣，啊，如成铁丸啊。哎，有那时啊，咱看到动物讲，啊，这只狗啊，看到都乖乖，啊，谁人来比作狗啊？哎呀，你也问伊哈，啊，对落去，啊，不是讲伊乖乖，安尼未对落去，不是安尼。这心厉害，哦，再来326页，哦，第二行，诸比丘睡眠者呢是愚痴活，哦，为什么？因为不积极啊，哦，处于无忌的饥饿困，对吧？哦，是痴命无力无福，难诸比丘临当睡眠，就是要碰到睡觉的时候，不以比色而起觉想啊。若起觉想，必生残福增送啊，能令多众人起于非议啊，不能呢饶益安乐天人。那有那些讲，迄叫做睡眠哈，是有两款的意思哈，对境无明哈，啊，对境无明，好，举个例子哈，咱即马无灯光，啊，咱即马处于晚上，啊，无灯光处于晚上，什么代志拢无法度做啊嘛，对不对？啊，迄个时阵做啥物代志上好？啊，就睏上好尔。所以呢，对境无明的语心，啊，就什么，就跟着睡觉哈，哦。所以痴有两种意思哈，哦，对境无明语心啊，随眠。所以这境界一啊，种子一哈，哦，种子对境界啊。我多少讲点讲，吃为什么不好解决？啊，都因为吼，伊就对境无清楚，所以啊，困起就困，啊，困都处于无记性哈，哦。所以唔好困伤济哈，困伤济，到尾变作吼，安尼愚痴的样子。有那时啊，
我想你看这个人吼、哦，伶不伶俐啊？看他的，看他处理事情就知道。哎，彼得为圣弟子作如是学，我今领你赤然铁枪以贯其目，不以的眼视取于色相，堕三恶道，长夜受苦啊。再来，我从今日呢，当正思维，观眼无常，啊，再来是有为心缘生法啊。那么原生的一点诶，缘灭用一起虚妄法身哦。对啦，因为虚妄法是由于心生哦，如果不让虚妄法生，就让它啊心灭，这虚妄法就可以不生哦。来，那一般来讲，无为有三种哦。一块是虚空，一块是则灭，一块是非则灭。好，因为现在虚空啊，无为啊，虚空的无物件，你也别安那作为，是本来虚空的无为啊。过来，那另外两种，一种是则灭，一种是非则灭啊。则灭跟非则灭啊。啊，我要问大家哦，这两款是哪一款较好？折灭较好啊，或折灭较好？啊，折灭较好，折灭分别是咧代表这两款内底哪一种啊？我已经有听到人回答嘛吼，有人讲这个较好吼，啊，敢有人选这个？有人选这个无？太无人。倒一个较好？当然嘛，这个较好。灰则灭就是讲。这万法生，它自然会灭啊！自然会灭，到什么到什么乱后，哎呀不，那个法本来就安尼尔啊！哦，但是的这款哦，地灰唔叫出来，所以是这个有波乐出来啊、哦，并不是这个，因为这个只是法尔如是啊、哦。因此，这个是非则灭，这个开始则灭艺术啊。也就是讲，你若跟他了解这边哦，原生一定会缘灭，还嘛是拿根呢。还没心灭的呀，所以这边类似人家讲，还嘛跟他概念啊，跟他了解法可以原生原灭哦，无为啊，啊无常啊，啊真正心灭变爱行啊，安利人对境雷人啊，让他以后不会再发生。这个是，所以这两款内底是值得，这个是好的，好，好，那有人讲这个变就是涅槃啊，好，那我再问大家哈，法本质涅槃相是咧讲这边啊，咧讲这边。法本质涅槃相是在讲这边，本来就是空性，所以就是因为空性呢，伊才会缘生缘灭哦，变嘛。
哦，所以法本质涅槃相是在讲这边。好、哦，再来，因为了解这相了哦，和地位生出来啊，真正涅槃是在讲这一边，是在讲这边。所以法本质涅槃相还不算是有般若，真正有般若是什么？心让他不起妄。哦，那时候哦。菩提跟涅槃在中午哦，智慧到尾就是菩提啊。那菩提有跟涅槃相应的时阵才有哦。这本质涅槃相还阁无算哦。那安尼时阵，咱甲讲正道无上正等觉。因为有菩提的，哦，无常常听人咧讲，啊，发心的人多啊，啥结果的人少，啊，就伊当作，哦，当作盖叫做发菩提心，哦，所以还差很远的，有发心，你要付诸行动的。所以这段讲观眼无常、哦、有为心缘生法、哦、当然心缘生法这不好、哦、最好能够呢心缘灭、哦、心缘灭法、哦、再来若色眼识眼处眼处因缘生受他说升级的时候他来升已经严重了他粗了叫汤跟沉他、啊、其实是对镜对镜迷惑他、啊、对什么镜对可爱不了解空对不可爱也不了解他空、哦、所以就起汤跟沉好那这个所在叫做易熟受，咱讲修报，修报的受有可能可爱有乐受，不可爱有苦受，这是易熟受啊，这不是，底下这不是哦，这个在另外和造业因啊、哦，所以像那有的人胳膊修了呢。搁在作业，你了解无？为什么有个人胳膊受了搁作业？就是他内心对这个疑惑还在。对，因此哦，那讲，咱就业卖讲，照就业是博得该受的嘛，对吧？哈，股业博得该受的，所以苦受、乐受这是该受的，这咱无法度去。哦、只是说我们把它转个心境啊，转个心境，你说好不好？当然蛮好。转个心境了哦，下卡这唔只未出来，未出来哦，造心业唔只未阁严重去。所以修行就是伫这个所在爱知影把它断掉，啊，伫这受了哦，这两个不能让它出来。啊，这两个能够不让它出来呢，你一定要先解决这个问题。哪一个问题？这个这个问题若无解决哦，你无法度安尼的时阵哦，这个无去。为什么？因为你唔知会空，啊你也唔知会空，啊你唔知这个空哦，当然哦，你对这可爱你就起贪嘛，啊你对这不可爱你就起嗔啊，我讲话对不对？是不是安尼？所以十二因缘里面，一开始伊就讲。